优酷会员九周年抨惊喜，代言人王一博、张艺兴巨星卡热爱上线。今年8月18日，优酷会员正式开启优酷会员九周年抨惊喜周年庆，打出了热爱就要抨抨，有巨星更热爱的霸气口号，及其多位明星大咖带着重磅福利组团宠粉，上演了一出一起奔赴我的热爱的惊喜连续剧，在掀起了话题巨浪的同时，也为大家带来线上线下同享的狂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优酷的亲密伙伴天猫此次也惊喜加盟，陪伴小鱼一起庆生优酷会员九周年新主张《奔赴我的热爱》海报、花絮、TVC 全新巨星卡。在这波 campaign 里，优酷为嗷嗷待哺的粉丝准备了丰盛的食粮，担当节奏重任的是优酷 VIP 会员，从开始的携手福利官一起预热到砰砰酒是持续放送，再到代言人热爱大片和巨星会员卡全新上线，热爱的浪潮一波又一波汹涌而至，用超多福利惊喜塞住你的口，用丰富的爱豆物料填满了你的胃。优酷会员九周年砰惊喜，代言人王一博、张艺兴巨星卡热爱上线，福利不停，官微扛起宠粉大旗。8月20号是优酷会员九周年的 Big Day，优酷 VIP 会员为这一天的预热用心良苦，提前一天就开始与粉丝互动，发布了大片上线预警，吊足了粉丝胃口。20号当天，一连串的福利惊喜竟然有序地撒向粉丝，全新的代言人海报，炫酷无比的代言人大片，砰砰七世的星星命名权，代言人专属的微信红包封面，一波又一波的甜蜜暴击之下，把嗷嗷待哺的粉丝安排得明明白白，并在粉丝不断的尖叫声中联动了多家品牌发放福利，让话题词和官微成为粉丝蹲守心料的主阵地，打出了一波品牌、粉丝、明星三方共赢的节奏。优酷会员九周年砰惊喜，代言人王一博、张艺兴巨星卡热爱上线，双向奔赴，用话题大赛链接用户情感，为了增加参与感，让用户能在这次周年庆中嗨起来，优酷提前推出了奔赴我的热爱主题分享大赛，用礼包等各种形式调动起用户积极性，来一起分享自己勇敢奔赴热爱的故事，从开心到难忘，从努力到实现，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一份幸运或不幸运，但一定满腔热血的热爱，将话题从一个简单的福利大赛转变为供大家情感联系的打卡点。为了热爱而坚持，每一份热爱都值得用心对待，这也正是优酷会员此次周年庆所要传达的理念。全新大片惊喜出品，花式调动粉丝热情，为了强化优酷今年奔赴我的热爱新主张，优酷与代言人携手，在两支新 TVC 中将概念性的主题具象化，将全情投入，挑战未知的热爱比作汹涌澎湃的大海，将步履坚定执着向前的热爱比作绚烂夺目的星辰，鼓励大家去勇敢热爱，不要辜负每一秒为了热爱而坚定的执着。会员巨星卡在手，你热爱的我都有。当然，本次会员九周年期间，更有全新的优酷会员巨星卡亮相，让每一份热爱更热爱。优酷会员九周年砰惊喜，为两位代言人定制了全新专属会员巨星卡，内含街舞跟拍全记录，全套独家周边，代言人亲笔签名照，更有粉丝 ID 认证和惊喜专属弹幕等等。一张小小的巨星卡融汇超多福利，为热爱的内容而全新定义，让粉丝能够直达你所热爱的，因这样的热爱而结识同好，释放更多的热爱。如此优秀的巨星卡，可以说优酷会员真的专注花式宠粉，于无声处最动人。这个夏天，优酷会员承包了你的热爱。优酷会员九年来，会员的福利一直都在不断升级，官微花式互动，代言人实力宠粉，用更酷的内容，更立体的娱乐权益，让人发现不停歇的惊喜，用奔赴你的热爱全新主题给用户双向奔赴式的深层定向需求满足，优质内容，满满参与感，用热爱定义内容，无论追剧还是看爱豆，一切因你的热爱而重新定义会员权益。